进入夏季时光是欣赏南洋八景之首的龟山朝日胜景的最佳时机。东北角风管处以及壮维乡公所为了吸引更多观光客前来欣赏壮丽的龟山朝日美景，特别共同来举办第五届2023年壮维生活节，并且在周日的清晨在壮维沙丘园区旁的沙滩举办迎夕时光朝日音乐会，并且安排了知名石鼓及乐团演出，在鼓乐响应之下共同迎接壮维龟山朝日的美景，为一整年度壮维生活节活动盛大开场。东北角风管处以及壮维乡公所期望透过壮维生活节的系列活动，邀请大家在七月到八月再来到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欣赏融入自然风景的音乐会表演、地景艺术创作以及自行车的旅游壮维，在旅程当中体验在地生活、自然风景以及充满温度的人文以及店家，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壮维生活节充满爱。宜兰新闻记者许世民采访报道。